好，这是大家众所期待的一刻，当然今仔日也是咱二零一五年好想唱歌活动的最精彩、最热烈、最热烈的一场。啊，非常感谢咱今天非常感谢咱的邀请，非常感谢咱的各位哈，啊，衷心的咱的贺喜，谢谢咱所有好兄弟的。
人製造咧，對佢咧方便嘅時候咧，哎，感謝你咧，作為副首長咧，非常嘅努力，非常嘅拍命，哎，感謝到咧，將白蘭蘭嘅福星咧，而且昨天咧，共同咧為著咱自己福星七咧，三冠軍咧，大家咧來分享到一份咧簡單，當然咧，對其他人咧，2025年好強先高先退，生活都上緊咧。是咱老一甲精彩一部分，更加咧是因为大家共同的团结合作，大家分享着喜乐哀乐。所以讲咧，咱连续咧伫办庆典的当中，好声唱歌咧是上个闹热，即更加咧是咱世界上的盛会，更加是咱国际上咧世界上的民俗活动，是咱大家共同的祝福声咧，咱的福星咧，关心咧，再度咧，咱是下次咧，咱的五平的顶头。也来祝福咧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三观大地咧会当赐予咱福气满满，大家庭幸福美满，祝福大家。福气满满，幸福美满，咱头声唱歌最重要的意涵，甲最大的祝福，就是要祝福着大家呢，福运满满，幸福佮美满哈。啊，唱歌呢，咱会当看到歌星。啊，这个高倩呢，依着十二支的钉啊，啊，给围做一个仪吼，这都是代表着团结跟团圆的意思。啊，咱看到伊的高倩，看到伊的这个，咱看到伊的竹科，以及。这么多，这么美，这么啊雄伟，每一座的高墙伫咧咱的高面顶头，相信呢，大家心肝内都是充满感恩、充满祝福。唱歌最大的意义，除了讲咱是团结，在农历的七月份，咱要传达的，佫较是感恩，佫较是孝顺，以及缅怀祖先。缅怀咱五三公，开垦着南洋平原，筚路蓝缕。在咱唱歌的历史200多年之前，咱唱歌就是为着要来纪念着五三公，所以呢，一直延续到今仔日，咱依着同款的心情，咱依着同款的虔诚。